形象改变，风格不变。来到我朋友的店，就是要干嘛，你知道吗？我陪大头贴啊。他们在造型方面是非常厉害的，尤其是在拍照方面是非常一流的。专业。如果说觉得他们的风格非常棒的话，都可以来这边给他们做头发。等一下就是我帮你用卷啊，好不好？你很久没有帮我用头发了。没错，连我自己的头发都没弄了啊。等一下我的头发交给他，洛曼。小 case。他会不会做完我的头发变得干掉了？好。开始啦！开始啦！耶！换我耶！今天给大师用，给我们的洛曼大师用。各位，我们用完头发啦，哇，有没有型男美女？自己说。然后发现我十几年的好朋友的手艺不错啊，用的我很年轻。年轻起来。对，可是我帮你用的，我喜欢的型。你喜欢这样子。喜欢你有点微微的卷卷的感觉。那今天我们也刚好穿了情侣装，没错。等一下人家又说我们在放闪。好，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来进行拍摄喽。River's gonna cry when you're gone. Where will you go? Won't you miss the ones you know? I'll be here, hanging on, waiting for your call. Seems like time has a way.原来拍照 model 不好当啊，对不对，宝宝？我们来看成品哦，看一下我们的洛曼大师拍的如何。感谢洛曼，超专业的哎。我们的大头贴就要靠他了。真的。谢谢你。不客气。来看一下你们照片啊。好。哦。有 feel。没有眼睛很适合的。对，我没有眼睛超适合的。对啊。我觉得超帅啊。对啊。然后抱抱的。你们最后这几组就我觉得真的可以，就是像这一种的，就我们两个很适合这种，对不对？对，你们非常适合这种。谢谢洛曼。完成。完成。好，今天真的很感谢洛曼帮我们拍了这些形象照啦。没错。谢谢你帮我们形象改变，风格不变，成功。今天呢，我们就是要在公司里面拍我们的形象照，然后我等一下就是要来用一下发型，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拍出来的形象照是如何的。平常我就是想要在摄影机前面让人家觉得我很废的感觉，然后看到本人说：“天哪，好帅哦！”对。这是我的用，难得要拍形象照，让大家看一下，这才是真实的我。谁是你在后面 ？My dear friend, where have you been? Where have you gone? What did you win? Someone there? Are you listening? Is it too late?Can't keep floating
I give in. Been waiting so long to feel it. All of these years I've been listening. Are you all so numb? Do you still pretend? We felt the sunshine, we found the gold. We thought we'd be forever young, but now I know we can't keep floating, we have to fold. This is the beat of broken heart. 想不到开心吗？真的剪头发，真一起，对不对？你要真的被剪头发，没关系啊，我不是常被剪。收一集，收一集。可是我第一次拿那种刮胡刀，有没有？刮胡刀？把屁哦！刮胡刀的东西剪头发。现在他在拍的这一支剪刀呢，是全台湾只有限量38的剪刀。那这支剪刀它要价要24000至28000，超贵的。那如果觉得对我这支剪刀有兴趣啊，35000卖，38000，全台湾我是其中一个拥有者，想要吗？来跟我买，因为我没有在用。You know I give in, been waiting so long to feel it. All of these years I've been listening. Are you all so numb? Do you still pretend? We felt the sunshine, we found the gold. We thought we'd be forever young, but now I know we can't keep floating. We have to fold.This is the beat of broken hearts. Is it all lost? We can't go on.结束了，哇，总算是拍完了。你觉得这种体验如何？那种感觉？各位，这是我们这一次的频道，最主要我们要换主题性以及风格，还有我们的搞你的毛，也刚好在拍我们的片头，真的很感谢公司帮我们去拍这些东西。对呀、啊，我们拍多久啊？大概一个多小时吧，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我比较轻松，又都可以坐着。那我的部分啊，就是好久没有这样抓头发哦，有没有觉得你的？男朋友变帅，也有这么帅的一天。这次的机会啊，让我觉得，哎呀，好几年没有这种感觉了。对，各位喜欢我们这样子的造型吗？如果喜欢我们这样风格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哇，好难得看到自己的头发可以用这么的有型。啊，我的头发嘞，也不错啊，也是我用的、啊，赞哈、哦。而且我们今天都穿黑色的。对啊，好了，各位，那以上这部影片呢，是我们要分享这次的频道前面主要的形象拍摄的过程。没错，顺便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平常在整理头发、啊，其实你可以用个离子夹，就可以用成这样子。对对，可以用这种感觉。如果说不太会使用啊，不建议你拿这种离子夹下去使用，怕烫到。对你烫到的话呢，会很痛苦。那温度好像都180到200多，那很烫的。基本上男生在抓头发，如果像我头发比较细软啊，可以用离子夹下去夹，然后再用比较干硬型的发蜡下去抓。那像抱抱的头发，它本身也是细软发。其实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啊，我一直是在梳他的头发，所以他的卷度有点变直了。对，有点变直了。像抱抱他本身是有苹果肌嘛，所以呢，他的头发我就会建议就是说。可以让他的头发可以有点修饰到这边的感觉，就会觉得会有一个包覆性的感觉，这样就会很好看了。那这一次的简单的形象改造以及发型知识分享给大家哦，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就影片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个喜欢，记得订阅、分享、开小铃铛哦。我是 Kira， 我是 Bobo，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拜拜。